辟谷第八天，身体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，中层辟谷排毒阶段。我们辟谷前三天是给血液进行排毒，七天是细胞排毒，十四天是给我们的脏器官排毒。那么通过前七天的一个浅层辟谷排毒呢，皮肤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改善，开始变得细腻，胃黏膜也进行了修复。如果前七天偶尔有胃疼胃酸的毛病的话，那么在辟谷第二个周期，胃将会变得很舒服，同时在这个周期，我们的皮肤也会变得更加的透亮和细腻。